伊徛在咱的厝吼，就像甲一粒吼还未爆炸的炸弹安尼哦。我直直爱过害我人办案的惨事，甲真歹看。哇，你是原来呢？是啊，你嘛好，你都怕人啊？你做咩？有啥事慢慢讲，慢起讲，慢起讲。我只是想要帮人尔嘛，为什么啊？十三姨，我愿意对见你，为你卖力。他真的愿意帮我。SO 欢喜台每一个礼拜日，每时九点半，有我阿水来甲你讲故事哦。